同学，大家好啊！欢迎再次收看我们经济学上这个课程的讨论啊。那我们今天呢、啊，要讨论第十四讲啊，哈，也就是所谓的独占性竞争独占性竞争啊。我们在前几几前几个讲次里面呢、啊，我们已经介到了介绍了所谓的四大市场里面的三大市场哈、啊，完全竞争、独占。 跟寡占哈，那我们今天就是要介绍什么？要介绍独占性竞争哈。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讲次的单元目标有哪几个啊？好，那第一个啊，当然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下独占性竞争市场的假设跟特性。第二个啊，我们要知道一下独占性竞争这个厂商好、啊，它所面对的需求曲线是怎么样的。那接下来当然要了解一下独占性竞争这个厂商啊，它的短期均衡。 还有长期均衡是什么？还有它有什么特点？哈，那最后一个啊，啊，我们还要看一下什么？看一下独占厂商跟完全竞争市场长期均衡下它有什么差异啊？差异。那接下来我们大概要谈一下，除了独占性竞争啊，除了价格竞争以外啊，它大概会采取所谓的非价价格竞争的策略有哪些？那最后啊，我们大概大概要谈一下所谓的。 配套销售法啊，配套销售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讲四的整个单元的安排啊，大概有包含哪几个哈、啊？那第一个啊，当然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假设与特性哈、啊，就是独占竞争市场的假设跟特性。第二个啊，是我们呃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 再来呢，我们谈一下它的短期均衡如何达成。接下来我们谈一下长期均衡，还有它的特色有什么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谈一下所谓的非价格竞争策略的部分。最后一个，我们谈一下配套销售的定价策略，它是如何采取的？好，那我们首先呢、啊，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所谓的独占性。 独占性竞争市场里面，它的假设跟特性有什么哈？那呃，各位同学可以知道，其实我们在分这四大类市场的时候啊，最主要的特性分类啊，大概它着眼点啊，大概有四个哈。那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什么市场啊，市场里面的厂商数目等等的哈。好，所以啊，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啊，我们这个所谓的独占性竞争市场的这个。 假设跟特性里面的第一个假设啊，大概是所谓的什么？大概有众多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哈、啊，生产者很多，消费者也也很多哈、啊。这个跟什么？跟我们在前面所谈的完全竞争市场的状况是一样的哈、啊，这是一个哈、啊。那第二个大概是什么？大概是这些厂商啊，它所生产的产品是怎样？是不一样的，它是生产的一质产品啊。那这个一质产品的假设啊。 就跟前面我们在谈的完全竞争市场，所有的厂商都生产同质的产品啊，又不一样了哈。这就类似什么？类似说生产的人很多，可是生产的产品呐、啊，有那么一点点的差异哦，它不是完全一样的哈。这基本的想法是这样。那第三个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在长期下，这个独占性竞争的市场里面，这些厂商啊，它可以自由的进出这个市场。 什么意思啊？如果是在长期下，它可以自由进出这个市场，那就代表说，如果在短期下，市场里面的厂商它有超额利润，就是有赚到钱的话，那么其他的厂商啊，还没有进场的厂商就会加进来、啊、一起生产，啊，去瓜分这个市场。同样的道理啊，如果在寄存的厂商啊，它有亏损的时候，这些厂商怎样就会退出市场，那在里面的厂商啊，它就会怎样？它就會增加它的需求。 啊，它的所面对的需求就可以增加，就可以提高它的售价，哈，这就是呃所谓的厂商能够自由进出的一个基本想法，哈。那如果我们把这些上述的它的假设跟特性啊，我们稍微跟完全竞争市场或者是独占市场的状况，我们稍微做个比较，我们就可以很了解哈，为什么它称为独占性竞争市场了，哈。竞争的理由在哪？是因为生产者非常非常的多。 长期之下呢，所有生产者啊可以自由进出。那为什么称为独占呢？最主要理由就是什么？就是因为产品一直，每个每一家市场里的每一个厂商，虽然生产差不多的东西，可是这些商品啊都有一些差异化。那么在这些差异化的状况之下、啊，个别的厂商就有怎么样？就有一些他自己的 fans 存在，有自己的粉丝存在。换句话说， 个别的厂商，他可能会跟什么？会跟独占者一样，他会面对他自己的忠实的一些需要者啊。这个就是呃，我们在讲独占性竞争厂商哈，它最主要的假设跟特性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在研究什么？接下来当然要找什么？找这些独占性竞争的厂商啊，他所面对的需求曲线哦、喔。好，那它的面对需求曲线是怎么样呢？正如我们刚刚所说的哈。 虽然它是一个竞争市场,場，厂商数目非常多，长期之下可以自由进出。可是这里有一个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所有的厂商生产的财货可能是不不至于一样的啊。同学如果要了解，可以想象哈，例如说我们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歌星哈，可是这些歌星呢，可能都有怎样，都有一些差异啊。他唱的歌声啊，哈，他唱的音调可能都有一些差异。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会有什么状况？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粉丝在，都有自己的粉丝哈，有自己的粉丝。那当个别的粉丝跑个别的那个支持的那个歌者啊退出歌坛的时候，他就会怎样？他就会转而去支持跟他原来支持的歌手比较接近类型的歌手。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歌手他第一个他有自己的忠实的粉丝存在。 第二个呢，它有可能可以接收什么？接收其他歌手他的粉丝。换句话说，在一直化的状况之下，啊，个别厂商啊，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啊，依然会是什么？会是个负斜率的曲线啊。那但是呢，它跟独占市场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独占市场里面的厂商啊。 就做一家，所以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是怎样？是整个市场需求曲线。可是，个别在独占性竞争市场里面的厂商啊，因为厂商数目非常非常的多，啊，虽然产品是有意志的，它具有定价的能力，可是各个意志产品之间啊，它可能具有一些什么？具有一些某一些替代性，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整个市场的需求是不是啊？是被所有的独占性竞争市场的厂商怎样做瓜分的？所以个别市场啊，个别的厂商啊，独占性竞争市场里面的个别厂商啊，虽然它所面对的需求曲线是负斜率的，可是个别厂商所占的这个分量啊，哈，它的产量啊，占所有市场里面所有产量分量，其实是相对来讲是非常小的。 虽然它可以定价，因为它的产品是有差异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知道啊哈，如果我们独占市场，我们知道它是负斜率的需求曲线。那么，独占性竞争市场个别厂商呢，它也是负斜率的需求曲线，只是它的需求哈，它所面对的需求比独占性独占性市场厂商的需求相对来要要怎样，要来的少。 而且需求曲线要来的平缓一点。好，我们可以以这个图来做说明哈。如果我们独占市场哈，独占市场独占厂商需求曲线是这一条大 D 的话，那么独占性竞争市场个别的厂商的需求曲线啊，它都是比较怎样，会是比较平缓的，甚至于啊，这这条需求曲线红色这条小 D 的独占性竞争市场需求曲线啊，会怎样，会比较靠近原点。 也就是说，它所需要的什么？它所面对需要量相对整个市场来讲是怎样？是比较小的，啊，是比较少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谈的哈，独占性竞争市场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是一个负写率的需求曲线啊。这个大概是我们呃这个所谈的部分哈、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一步来谈一下。 这些独占性竞争市场的厂商啊，它如何追求利润极大化？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短期均衡的状况。哦，短期的状况是什么？那各位同学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在第九章啊谈生产者利润极大化的时候，我们说在分析生产者利润极大化有几个步骤。那最重要的步骤当然是什么？先把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找出来啦、啊。我们刚刚已经找到了。 为什么要找需求曲线？因为我们要找我们要找需求曲线所对应的边际收入曲线。那为什么要找边际收入曲线？因为我们知道厂商利润极大化的数量是决定在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的地方。好，所以当我们找到边际收入的时候，接下来就简单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有学过什么？有学过成本结构。 我们知道边际成本怎么画，我们知道平均变动成本怎么画，我们知道平均成本怎么画。所以呢，当我们找到边际收入曲线以后啊，我们接下来再找把什么？把我们的边际成本曲线画出来，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的地方，决定了厂商的利润极大化的点。我们再把这个点带回去，这家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决定什么？ 决定定价要定在哪？那在这个利润极大化的数量啊之下，我们可以去找什么？可以去找平均成本。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家厂商到底它有单位利润还是有单位亏损。那如果有亏损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去探究说，如果它的亏损，如果它不营业也有亏损，为什么？因为有固定成本。所以，我们就要去探一下，它到底要不要继续营业的问题。 啊，好这就是我们在短期利润极大化厂商利润极大化之下所做的一个分析的步骤。好，那我们接下来啊，就直接利用图形来加以说明啊，独占性竞争厂商在短期利润极大化之下可能产生的三种不同的情况哈。好，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是有利润大于零的状况哈。好，那我们可以知道哈，这 独占性竞争厂商他所面对需求其实是负斜率的啊，AR one，所以他所对应的边际收入是 MR one，啊，好了，找到边际收入以后，我们找边际成本找出来啊，边际成本，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利润极大化的地方是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的地方，决定了 Q one，这个 Q one 是利润极大化的。好，那在 Q one 之下，消费者愿意付多少钱来买，也就定价定多少呢？就是这个高度啊，A 这个高度。 啊，也就定价定多少定 P one，啊，利润极大化的数量是 Q one，价格呢，价格是 P one，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什么？要看它的平均成本，在 Q one 之下，平均成本的高度是多少？是 F，也就是说，在 Q one 利润极大化之下，定价定价的高度在 A，成本呢每单位平均成本在 F。 所以啊，在这个定价策略之下，每单位的利润哦，产生的单位利润有 F A F 这么高，全部的利润就是就是这个面积啊。这个图形啊，就是我们一般啊，呃，独占性竞争厂商啊，如果有利润极大化的状况。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如果刚好没有利润，也就超好利润等于零的状况一样哈。有平均收入就是需求曲线，边际收入曲线，我们把平均成本曲线画上来。 那我就可以找到利润极大化的点是在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决定了 Q two 的数量，在 Q two 这个数量啊，对应需求曲线，我就可以知道我的定价定价在 P two。那接下来我要再找什么？找我的平均收入。好，以这个图形来看，我的平均收入刚好是什么？刚好是通过啊，通过这个 A 点啊，也就 F 点刚好通过 A 点。那换句话说，以这个图形来看啊，在 Q two 的利润极大化的数量之下，定价。 刚好等于平均收入，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个别厂商就只有正常利润，没有超额利润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如果它有亏损的状况之下会是什么样哈？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图形哈。好，需求曲线是 AR 三啊，边际收入啊 MR 三哈。好，边际成本曲线在这。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利润极大化点、啊、在哪，在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的时候，决定什么？决定利润极大化的数量 Q 三。好，那定价定多少呢？那当然要看什么？看需求曲线上面的价格，在 Q 三之下对应需求曲线价格刚好是 A 的高度，也就是 P 三。可是，在 Q 三之下，平均成本有多少、啊？平均成本在这哈，在 F 的高度。换句话说，以这个图形来看呐、啊，这个厂商有什么？有亏损。 它是有亏损，亏损多少？每单位亏损啊？亏损是 AF 的高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要说啊，那要不要继续营业？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啊，因为平均成本跟平均变动成本之间的垂直距离啊，也就 FG 啊，这是什么？这是平均固定成本。平均固定成本代表什么呢？代表厂商如果不继续营业，每单位的亏损，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啦、啊，如果营业这家厂商亏损每单位亏损多少？是 AF 的高度。 不营业亏损的高度，多少？每单位亏损是 F G 的高度，所以很明显的，这家厂商最后决策一定会怎样？一定会歇业，不不继续营业哈。好，以上啊就是我们在分析啊独占性竞争市场在短期均衡之下它所达到的一个结果哈，最可能的状况。那各位同学可以发现啊，它这个分析啊，其实跟我们在前面所说的独占市场的厂商哈、啊。 它的短期的均衡分析非常非常的像哈，几乎是可以完说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哈。所以各位同学可以去对照以前你所学的独占市场啊，短期均衡的分析哈。好，那有了短期均衡的概念以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分析什么？分析一个长期均衡的一个调整过程哈。我们要看一下长期均衡下啊，那这个独占性竞争的厂商哈，在长期均衡下它有什么特点啊？有什么特色哈？好。 那一样哈，它跟呃在场景之下调整，跟其他厂商完全一模一样，尤其是跟什么，跟完全竞争市场的厂商完全一模一样哈。它的差别差只差在哪？只差在于说，在完全竞争市场在的个别厂商啊，它在调整它的生产规模、生产的市场里面的厂商不断的进出的结果，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 啊，那个需求曲线依然是水平线，啊，虽然它会上下上下调整，啊，可是独占性竞争个别厂商，它在长期下它也可以生，它也可以调整它的生产规模，市场里面的厂商也可以自由进出，可是它所面对需求曲线啊，就如前面所说，它是什么？它是负斜率的，它不是水平线，它不像完全竞争市场是一个水平线，可是相同的点是什么？是它的调整啊。 依然哈、啊，如果厂商数目加进来，厂商加进来，那么这个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就會怎样？就往内移。为什么呢？因为加进的加进市场的这些厂商会怎样？会把市场瓜分掉。所以，寄存的厂商所面对的需求就会减少。同样的道理，如果原来寄存的厂商它是有亏损的，那这些厂商退出以后，那我还留在这个市场里面的厂商啊。 他的需求就会怎样，就会增加。为什么？他可以共同去瓜分掉那一些退出市场里面的那些顾客，啊，那个顾客群，他可以瓜分掉。所以啊，在这种状况之下，啊，其实呃，独占性竞争市场的调整啊，跟完全竞争市场调整概率上是一致的哈，跟独占厂商也很像，哎，也很像，在长期之下哈，在长期之下，因为它牵涉到了什么？牵涉到生产规模的调整。 牵涉到厂商数目的调整，哈，那独占不同的地方是在于长期之下，个别厂商是无法进出的，哈，所以呢，独占性竞争，呃，市场啊，哈，它的长期的均衡结果啊，往往也都会拿来跟所谓的完全竞争市场长期均衡结果来做比较，哈。好，那为了进一步说明我们刚刚的论述啊，我们就直接用图形来加以说明，哈。好，底下这个图啊。 就是一个长期均衡的图哈，好，那我们可以发现啊，这是我的边际收入哈，这平均收入、边际收入、长期的边际成本。那因为长期的边际成本一定会通过长期的平均成本的最低点。那因为长期之下，个别厂商可以自由进出的结果，透过生产规模的调整，透过厂商数目的调整啊啊，最后。 厂寄存的厂商啊，他一定怎样？一定没有亏损，也没有超额利润。所以最后均衡啊，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所决定的最适数量的这个结果，所对应的价格，跟它所对应的平均成本啊，会是一样的，它会是一致的哈，所以是一致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啊，在独占性竞争的厂商长期均衡的状况之下，它会跟完全竞争市场一样。 没有超额利润啊，没有超额利润。可是，可是不同的地方是在于，独占性竞争的这个市场啊，它所面对的需求曲线是怎样？是负斜率的啊，它跟完全竞争市场不同。完全竞争市场的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是怎样？是水平线。所以在同样在没有超额利润的状况之下，独占性竞争市场的个别厂商，它最后会生产在。 长期平均成本递减的阶段，可是完全竞争市场个别厂商在长期下，它一定会在长期平均成本的最低点之下生产。哦，我们可以看这个图哈，独占独占信心的厂商啊，它会决定在这一点来生产，啊，没有利润。那完全竞争嘞，完全竞争的长期之下，它会在 LAC 的最低点来生产，它是具有什么？具有经济效率、有生产效率的。 那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啊，把独占性竞争生产的产量，跟完全竞争市场生产产量我们一比啊，我们说啊，独占性竞争厂商还有什么？还有超额的产能啊，这些产能它怎样没有好好的利用啊？没有好好的利用啊。好，以上啊，大概就是我们针对独占性竞争市场个别厂商它长期均衡的我们的一个描述哈。好，有了这个呃长期均衡以后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下哈，除了独占性竞争市场啊，它除了做价格竞争以外啊，那最主要是因为产品有意志所以它除了做价格竞争，刚刚我们说的从价格的呃定价开始来做竞争以外，其实它也还有一些所谓的非价格竞争的部分哈。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下一节哦，所谓的非价格竞争的一个状况哈。好，那。 独占性竞争，个别厂商啊，他在做价格竞争的时候，所谓的非价格竞争啊，其实最重要是要什么？是要提升他的产品在他的消费者心目中的异质性，哈，他的异质性。那常常做的，例如说什么广告，好，我我不断打广告，除了能够改变消费者的偏好，哦，长期下可以改变消费者的偏好来购买我的产品以外，也能够告诉消费者我的产品。 啊，它的特性是什么？跟其他产品有什么不一样？那总归一句话，还是什么？就是改变我们厂商哈，去改变消费者对我产品的印象，去增加我产品相对其他厂商所生产产品的差异性。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我的粉丝，我的需求就可以增加，我就可以卖更多的东西，我可以有更多的利润可图哈。 啊，所以啊，我们可以想象啊，非价格竞争啊，要怎么做？很简单哈，它只要厂商只要做，把它的产品的差异性尽量的凸显出来就可以哈、啊。例如说，我们常看的，它可以透过什么？除了透过广告以后，它可以透过什么？透过例如说产品的包装啊、售后的服务啊，或者是在享受的时、在消费财货的时候的服务啊、购买的环境等等的，都是什么？都是产品差异化的突出。 这都属于什么、啊？这些的支出都是属于非价格竞争性的部分。好，那除了非价格竞争以外啊，一般呢，哦，往往也会采取所谓的配套销售的概念哈。所以接下来这一节啊，我们就谈一下哈，独占的独占性竞争啊，呃的厂商它采取的所谓配套销售的定价策略哈。好，什么叫做配套销售啊？所谓配套销售啊。 是说啊，我组合不同的商品啊，例如说 A、B 两个是不同商品呢，可是我把它组合起来，弄一个定定一个 package 的价格啊，用它来销售。那最主要目的是要怎样？是要增加总的销售金额啊，总的销售金额。那一般来讲啊，这个 package 的金额啊，就是销售商品配套销售金额啊，往往会低于这个产品的加总哦，个别定价的加总这个金额啊，这个、就是配套销售的一个。 特性哈、啊，例如说我们常见的哈、啊，我们在一般的厂商在一般的市场里面啊，有所谓火烤两吃啊哈，你到到到那个什么到店里面去啊，你可以选择火火锅啊，火锅一九九啊，你可以选择什么？可以选择烤肉也一九九，可是呢，你如果选择火锅跟烤肉一起吃呢，那只要二九九，这个二九九就是所谓的什么配套销售，那这个概念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说啊。 我这个定价能够让消费者怎样？消费者感受到我只要再增加一点点支出啊，我就可以享受更多。哦，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消费者就比较有意愿啊、哦、去做更高的消费，那么厂商也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收入。哈、哦，好，那这个配套销售啊，我们大概就直接以利利用下面的表来加以说明。哈、哦，好，这是我们不考虑成本之下的一般状况。哦，如果我们采取单一的定价法则啊，那 A 的定价要五十五，B 的定价要。 六十五，65,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表里面，两种商品，两个消费者。那这两个消费者啊，针对这两种商品的最高愿意支付代价，也就是说，他最高愿意付多少钱来买它？甲分别是五十五跟九十，乙呢分别是七十跟六十五。好啦，那我们如果单一定价，我就发现，如果我要把商品要卖给甲乙，那我就说，A 的商品要定多少？要定五十五，这样甲跟乙都会买。B 商品呢，要定六十五。 在这种状况之下，甲跟乙都会买。好，那如果两个都会买，就分别是多少？五十五加六十五，对不对？所以一是一百二，两个都买，所以是总收入是两百四。可是呢，我现在如果把 A、B 商品变成是个 package 啊，变成是个配套销售，那我发现呐、啊，就甲而言呐、啊，这两个商品最高愿意付一四五，乙类最高费意愿意付一三五，那我就定多少？我就定一三五，甲乙两个都会买，全部的总收入是多少？是两百七十块。 所以我就会，我们就会发现呢、啊，配套销售的结果啊，总收入会有明显的提高啊，总收入会有明显的提高，这个是我们一般的基本好、啊，在配套销售的状况，我们如果不考虑成本，那我们可以看到了一个例子哈、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如说有些极端的消费者存在的时候，那我们配套销售要怎么去处理它？我们直接来看这个表格哈、啊。 好，这个表格啊是在什么？是在有存存在极端的消费者的时候。什么叫极端的消费者？我们也可以看哈、啊，这里有四个消费者，一样有 A、B 两个商品。可是我发现呢，对 A 商品而言呐、啊，丁啊，他只愿意付三十块；对 B 商品而言呐、啊，丙啊，只愿意付三十。那我们如果定价是要利用定三十啦，全部卖啊，其实你的收入会变得非常低。所以一般来讲啊，在这种状况之下，我 A 商品的定价会怎样？会放弃丁，我就不卖给丁了。 B 商品呢，我就放弃丙了，哦，就不卖给丙。换句话说，我在定定单一商品价格的时候，我是采取什么？采取次低的价格，用多少？例如说 A 商品用五十五，B 商品用多少？用六十五。所以当时五十五跟六十五的时候，其中每个商品都有三个人购买，所以最后总收入是多少？是三百六十块。 可是呢，我如果采取配套销售，我发现啊，甲、乙、丙、丁四个人呢、啊、分别针对 A、B 两个商品加起来愿意购买的数量、愿意支付的价格分别是这么多，那我就会定多少？我定一百二十块。那我定一百二十块的状况之下，这四个人都会购买，所以全部的总收入就会多少？就会是四百八十块。这个我们就可以发现啊，即使存在极端的消费者的状况之下，啊，我透过配套销售的方式。 我还是可以让什么让我的产品的销售量增加？例如说，原来不愿意购买这个财货的这个消费者啊，到最后也会购买这个消费者。啊，这就是我们常看到的所谓的配套销售的部分啊。例如说，我们常常在市面上啊。 除了那个火锅以外啊，我们也常常看到说有所谓的哦、啊、卖 CD 的啦哈、啊，他说有什么绿标、红标的啦，那你各自买哦、啊，它各自有各自的价格。好，例如说流行音乐或者是古典音乐，那这个厂商啊，为了要促销，好，例如说他希望古典音乐也要多人听啊，流行音乐也要多人听的时候，他又怎么做呢？他就说啊，你分开买啊比较贵，可是当你一起买的时候，我就给你一个折扣，给你比较低的折扣。 啊，比给你一个折扣，让你用更低的价格，啊，比较低的价格就可以同时买掉流行音乐，也买到古典音乐，啊，这个就是所谓的配套销售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处理方式，哈。好，那我们今天啊，讨论了独占性竞争的一些内容，从它的假设，从它所面对需求曲线。 哦，短期均衡、长期均衡，还有非价格竞争，一直谈到所谓的配套销售的一个基本想法哈。同学可以再回想看看哈。那今天也是基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讨论到此哈、啊。谢谢各位同学的欣赏、观赏，再见。